虽然呢项赛事踢咗一个礼拜都未够，但咁短时间啫，我哋都可以见到世界各国嘅足球文化咧汇聚埋一齐，真系好开心啊！除咗足球以外啊，球员们仲展示咗好出色嘅体育同埋友谊精神。最后我哋会喺决赛之后见证冠军诞生。呢一个球场系 D 区最大规模嘅球场之一。到底边个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呢？卡昂对提格雷，两队决赛一开波都看得很谨慎，不过一个入球就很容易改变形势的，只观众最想看的就当然是进攻足球。安东尼马迪尔试下压下去，个波而家喺里安比顿度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马迪尔整脚地波，沙维奥拿向前传出，浪高个波，传翻俾六门，直接长传。后防少少啫，不过后防都处理得好好啊！踢埋上去，有机会反击啦！基利安麦巴比呢、这个直线靓啦，射佢啦！呢球波入咗啦，呢个波入咗啦！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呢？看落好像有少少越位，其实他走位就啱啱好 timing， 好越位入埋。个头开得几顺啊，问题就是 keep 唔 keep 到啫。能够在啲咁重要的赛事入啲咁重要的入波，呢啲球员一定是大心脏嘅。揾到空位，起脚入波啦！真系顺到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基利安麦巴比搞掂咗个笼啊，一流啊！单对单对住龙门，最紧要就是冷静啦。龙门是想挡佢噶，挡唔到啊！
哈昂又穩陣了多少了，領先2-0啊。現在的情況不同了，其中一隊很明顯控制住場波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了，有拉弓，呢球波執唔執到雞呢？又入多球，完全都不收手嘅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對方連燈尾都望唔到啊！佢呢一球勝在反應快啊！啊，佢好嘢喎，佢諗到龍門可能會甩手嘅喎，結果真係俾人咧快步咧埋咗去入埋添。卡昂遥遥领先3球，一个长传上前场，个波而家喺安东尼马迪尔度，沙维奥啦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呢球波过唔到啦！球證明釘，呢一場精彩嘅決賽啊，竟然踢咗一半噃。話就話淨係踢咗半場啫，不過睇嚟下半場咧都唔會有太多分別噶啦。嗱，決賽啊，踢咗一半啦，喂，有咩高見先？卡昂而家領先緊啦，我諗佢哋會輕鬆啲嘅。下半場佢哋唔知會點踢啦，我就覺得佢哋應該嘗試爭取入多個波。好似呢球點咧？食唔應啊，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呢、這個反擊夠曬速度啦，爭個入波就完美。呢球波過唔到去啦！沙維奧啦，好快咁向前傳，有得射，喂射佢啦！直接長傳。新迪加斯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脚法真系好啊！安东尼马迪尔射歪咗，哎呀，咁都射失，我谂佢今晚发梦咧都梦到呢球波啊！整腳直線，係咪要起腳呢？入球出現，都分曬勝負噶啦。問題係贏幾多球嘅啫？真係夠曬冷靜，攞得好準啊！哇！呢球如果你俾2個龍門啊，都未必能夠救得到啊。我講得1個。今場2個入波啦，佢梗係想演出埋舞姿戲法啦。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身形占优啊，有机会突破，试下呃埋去啦，射佢，呢球入啦，可以话系落井下石啊！咁样赢法都赢咁多啦，有機會拉開的比數啊，梗係要繼續把握啦。
皮格雷決定做最後一次換人。我呢度換人好啱，因為我睇佢咧都冇咩體力噶啦。呢、這個時候如果繼續踢咧，斬搞嘅啫。卡昂真係一啲都冇留守，大腳解圍，頭先真係牙煙啊！反擊啦！一個長傳啊，上前搶射門啊！哇！呢、這個波咧射得好有力噶，我諗龍門接到隻手都仲痛緊啊！打出上前啦，埋門嗰下啦，好球正吹雞完場啦！呢一晚係屬於球員嘅，亦都屬於球員嘅，佢哋寫下咗球會史上嘅重要一頁。球员走上颁奖台，哇，做得球员都是很想感受这些时刻，非常之光荣。